第二次初见，由宋伊人、郭俊成领衔主演的古装穿越甜宠剧。作品是根据尹兆的小说《午门囧事》改编，讲述了宋伊人饰演的女主运动少女齐春娇，本是铁饼运动员，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断、初恋告白失败、与母亲产生隔阂等一系列崩溃的事件后，意外头部受伤，竟成为古代九四千金顾青桥。与此同时，青梅竹马暗恋的对象段誉与男闺蜜等朋友也都化作不同身份与她再次结缘相遇，开启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探灵寻宝之旅，更在途中闹出了许多搞笑又甜蜜的爱情故事。该剧还在制作阶段，待该剧定档后我们再做介绍。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